同样也是很惊悚的画面，在国外呢，有一名伞兵，他在进行这个空降比赛的时候，似乎是有点紧张，所以呢，他为了要避开前面的大树，但没有想到呢，他竟然降落在别人民宅二楼的阳台。那整个过程呢，也都被目击民众给拍了下来，po在网络上面。其他网友也说，还好他有在最后一刻降落在阳台，真的是非常惊险。